我是雷霆突击队队长梁木泽。我是一名住院医生，在我心里排第一位的永远是我的病人。加油，夏医生！爸妈这儿给你物色了一个房客，资料全都发你手机上了，你赶紧看看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有病啊！赶紧搬走，不要看着你啊！梁木泽那颗卤蛋又瞎又缺心眼儿，混蛋梁木泽，你傻白甜啊！你想报复我？假扮你女朋友这事儿，如果真的需要，我答应你。我没管你，我是需要你。于千万人之中，你就遇见了你想要遇见的那个人。我不会允许自己错过。卓然回来了。小楚，他是专门回来找你的吗？夏初不需要你的保护，离他远一点。我觉得这个人来者不善，这世间的罪恶实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。这次情况特殊，跟你和田勇在伊萨亚接触过的国际恐怖组织T4有关。我在这儿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是我，如果他不是在帮老爷隐藏，那他就是在隐藏他自己。没有什么比共享犯罪更自由的事情。防范陌生人其实跟防范熟悉的陌生人一样重要。夏初爱过的只有卓然，而你不过是他的一个影子。你结束任务，但是他没回来。我们懂得了死亡，也许会更加珍惜眼下吧。我想能保护我爱的人。如果你遇到危险，我会是第一个营救你的人。很多刀见血都是为了杀人，唯独这柳叶刀是为了救人。夏初，你有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潜质。你是雷霆最锋利的刀，你该出现了，小子。雷霆突击队准备出发。兵王承载的是中国军人的整体职业形象。在国家利益面前，一切都不如上。